大家好，这里是扑尼频道，我是 Lucy。 你好，我是 Martin。 今天咱们来做雪娃娃。雪娃娃，这是要用的一些工具和颜色。嗯哼，我看见那个样品了。嗯，这是什么？两张纸。对，先就是纸巾嘛，随便团一团，然后拿线，然后绷一下，稍微绷一下，差不多圆。目的是什么？做雪娃娃的身子大一点的，你就用那个冷瓷面，然后裹在外边，省得用很多很多。对呀、啊，也就是说省你的材料是吧？对，非常省材料的一种方法，而且这个不用去买那个泡沫塑料，因为有大有小不合适，还是这么自己弄着更随心。这个嘛要剪一半。脑袋要不要那么大？哦，刚才那是身子，这是那个大头。嗯、对。跟上次那步骤一样是吧？也拿线绑一下，然后再一揉。对。哎，看出那个堆雪人的最初感觉了。对，堆过雪人就是这样。好像南方人啊，哦，没事儿，好吧，因为他们也见过。对。那你这是干嘛呢？这现在做眼睛。做了两颗，然后做眼睛。就是在这之前，你已经把那个什么眼睛的颜色和其他什么的那个对那面面已经和好了，是吗？对，我都和好了，然后备用。然后那个颜色也是用你说的那个什么？对，就是画粉。画粉，然后给它一揉一下就行，是吧？对，我鼻子用的是那个胡萝卜颜色。胡萝卜颜色，有点金黄色。黄色。弄个尖儿。变胡萝卜哦，对，浅黄或红。深一点的那个红，对对对，就那种胡萝卜的颜色，弄了一个尖儿，就挺好玩的。嗯，雪娃娃就自己想想怎么弄怎么弄呗。肚子上那几个豆是干嘛的？就相当于他的衣服，相当于他的衣服，相当于玩自己怎么想怎么玩呗。疑似衣服，就现在是在做帽子，我做一个帽子当例子，其实其他的帽子也都是这么个做法，只是不同的颜色。帽做一会儿就要去试一下，然后做一会儿再去试一下，试完了都合适了，然后再去窝边儿、这个。窝那个小边儿的时候，它就是定型的时候。你这是做什么？毛帽子？对，就是一个编织的那种感觉的毛帽子。啊，我知道，你拿那个压那个印儿呢，是吧？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三个工具，它有棱儿，一压出来就真的特别逼真。哎，怎么还一机会？对啊，帽子的那个上面那个小绒球。小绒球，嗯，啊，有点样子了。这是什么？胳膊。胳膊做两个胳膊贴上去。用乳胶粘是吧？对，就是乳胶粘。那等于刚才那帽子你也粘了一下。都得粘呢，不粘哪行？哎，这个、你要用？披风，想做一个披风。斗篷。斗篷。小的时候叫斗篷。斗篷都一样，什么都一样，要拿那个一压管工具压一压，这样它显得有波浪的感觉，更自然。对对对，这要叠它干嘛呀？它要韧一点，就是上面有点厚重，对对对对，有一个那个缝制的痕迹啊，这还有自然纸。对，弄一些什么自然的纸。然后抹上胶以后再给它上去，就是整形一下，多余的就给它剪了去掉。对啊，有点意思。我拿深一点的颜色做的，我其实那个原本的样子是浅一点的，我怕这不是看比较好看吗、嗯、清楚吗？我就拿深一点的面试。这圈圈是特别薄啊，围巾。嗯，还挺全啊。我只是就是举个例子，其实里面有更好的东西也可以拿做，可以做不同颜色。对对对，不同颜色、不同样子的都行。下面来给它做个脚。这是脚吗？哦，这不是，做手套，别忘了。啊，你就不用做手了啊？对，那意思就是手在手套里。对对，做手套，聪明。告诉人家里边有手。你想看吗？得把手套脱了。手套，作为手套，一会儿要牵着那个大雪车，要给他小滑板，小滑板要，所以要那个什么，要给他弄个手套啊，有个绳子呀、啊、什么拴。这意思毕竟是冬天。现在是在做那个小鞋背儿。小鞋背儿，鞋背儿。
然后做两个那个小粉的那个头，就是皮鞋头，就当鞋尖儿 是吧？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觉得什么好也可以再想。哎，好玩，对，这就是已经有样子了。对，三个娃娃这是最难一点的，所以去拿这个做例子。其他那两个妈妈只是颜色不同，更简单一些。哎，你这是干嘛？现在是在做一个小松树。小松树啊，简易版小松树。这是你说的那个小雪车。小雪车，然后把这个松树放上去。就等于他把它从野外砍下来，然后拉回家，是这意思？对，是这么打算。准备过圣诞，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啊！哎呦我的妈呀！摔了！哎，拿着我不敢使劲儿。好吧。嗯。迷你。嗯。这个是那个，就滑雪板。滑雪板，滑雪板，这个比较简单，就不一一有描述了。现在在做那个。这是模具压出来的，对对，这模具，这个吹，什么烹饪模具里头，还有粘土模都有，就可以买得到，网上都有卖。这你是粘了一什么？是这个玻璃？粘的乳胶吗？不是、啊，乳胶粘的这样。这是瓶子要喷什么？这要喷 水，就是一般的水。那喷水干嘛呀？然后一会儿，哎，你看这个是撒什么？盐？雪花？这是买的？这什么材质？这不知道是什么，有点像盐，但是它不化。它不化，它就是像白沙子吗？也不是，我觉得得为买的有雪花的那种，有点那个冰晶的感觉，或者下小雪渣的感觉。对对对对，那个脑袋上也是，你要是想撒，就先得撒水，然后再撒，它才能固定上。真的，哎，做完了，这里头哎，真的挺好玩的，好玩吧？小雪屋子啊，打开，哎，好玩，好多细节，嗯，有意思，一起来玩吧。啊、不错，还转转。对呀、啊，后边看看。谢谢观看。谢谢。再见。再见。